船到绿岛跟南屿都是在这边买票的。前往搭船处的路，然后这那个白色呢是可以等待的遮阳棚。先买个饮料的，就是来必买就是丁哥，因为他们有绿岛限定饮料，台东啊，就算有丁哥也买不到哦。就这两个，海草双库跟海草红玫瑰。酸，整个超级无敌解腻，然后 QQ 就是超好吃的，很有口感，饭超好，建成妹妹的最爱的。然后这个是海草，海草，海草，还有柠檬海草，真的很大，绿色。现在要先去长水吃牛肉面，听说他们的牛肉面超好吃。外区看起来超舒服，很黑，门口超可爱的。超难吃牛肉面，是细的，它的面又长得有比较香的辣椒，超厉害的。不喜欢排骨酥哎，不过我试试看。排骨酥，哎，排骨超好吃，超好吃。好吃一个，好吃。嗯，它牛肉面有。居然有个减压舱，单人的减压舱，超酷的。你各位有听过星野集团吗？这一间就是星野集团在外岛唯一开的一间 hotel， 然后我们要去他的餐厅用餐。到。小哎，它是超重的，而且它面包是烤的，很棒，它面包烤的很好，嗯。我觉得很好吃，可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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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
小巷子进来是为了找一间鸡蛋糕，上次来然后却没有开，这次看一下有没有开，就是间问路鸡蛋糕，它是一夜双耶。哎，它的房子有掉一些明信片，很可爱。先吃一个海草 QQ 好了，但它好像很烫哎、欸。你确定我现在吃吗？我很期待，就是它不要把这个边敲掉，因为我觉得边酥酥的很好吃。然后它是有留这个边的。你会觉得它好像是会出现在圆的东西上面，可是它却出现在鸡蛋糕里面，都不太好吃。乌龙茶是答案，它应该是熊熊吧，但它面目全非了。我看一下好不好吃。嗯，这是好吃的。然后它的卡士达是会流出汁的这一种卡士达。不会很甜，然后有乌龙茶的香味，这个好吃。这是红茶奶酥，这就是干的。哦，这为什么吃起来这种然后鱼软的口感？巧克力真的很像明太子的口感，没有像奶粉一样粉粉的味道。然后三个比较下来，我觉得卡士达比较好吃。这是我的，地上。现在是早上八点，然后又起了个大早。我等一下又要去攀岩啦。现在做好防备，我他必须 check 面镜，一级头二级头确认，弹压小确认。我跟你们讲一下啊，来，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？然后我每次攀岩，然后潜水都会带着杯子。因为吸那空气，嘴巴很干，所以你就含个杯子把它塞到旁边去。原来如果桶水就会觉得桶腔很干。你要选无籽没用，不然你如果有籽的话，你就会被噎死。然后你不能选冰心的，那个就不会有很多口水。那个。好，下了，维维，你说这个前点是什么？蓝的。蓝的。
到晚上必去的地方，叫做深入酒吧。你点了什么？梅拉野菜。这个是凤梨跟百香果冰沙。对。凤梨的很好喝，有蛮甜的，但是很梅很好喝。哇，我现在喝酒要先喊 Emma， 我爱你才。这个是五人份哦。Emma， 五人份。没喝就没喊就再喝一次。太夸张了。那你现在喝三次，你又回答我三次。你也回答一次，欸、然后就边上。我要下叫潘伯侯起床，用什么方式？中华民国国军起床歌。OK， Go。竟然不会跳起来，他在笑了。动六动到部队起床，全部武装，连结参加。看夕阳时间，灯塔，超美的光。去翠湖，柚子湖看过来一边就是翠湖，你有看到翠湖吗？不翠，不翠，没有，都是人，都是人，也没有绿，也没有蓝，很翠湖不翠湖的，翠湖都不翠湖，秘境不秘境，秘境都不秘境。我们要去上面看夕阳。Inside my head. It's after all my life. 好像可以的，超像可以，超美的。Feel like I should go outside. 要修个道，要修个道。加班的啦，回家。